实行儿童基金会，而且这个天数全台湾国家长是18岁以下，然后的个性莫是其中一方个性的声音呢。从今年批出给的所谓基盘长沙发通，而图是亲自对其长沙的歌唱，可能自我挑战，同时而你把天数顺台湾人，给的捍卫到万众站，是他们是行业级下台人。本期的土国之家还能就今年批出。小朋友规范去给骑电脚踏车上户内加油，规路的还未去到养老院表演才艺，本龙人家看，去到海顺就硬去三秋清谈，也着歌唱每半夜着无情人嘅声音嘅天阳人生重要嘅歌唱。这个活动不只是骑车挑战自己的体能外，还要去净滩育幼院做爱心公益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实在太有意义了，能实践我当自行车车手的梦想。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参加过这样的活动，然后这次更大型，想要挑战自己，然后帮助其他第一次参加的同学们。十千亿基金会在今年初举办的全国十千亿公益慈航茶发通，希望做得鼓励也着成年人勇敢面对人生的困难，同时也希望成年人加速沙皮的天数过后，也做得用自家的力量挽回沙皮。因为还是认识他们自己生长的环境，后来他们可以做回馈，因为在我们帮助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见孩子成长，我们看见孩子走出心里的伤痛、家庭的困境，所以他们可以已经愿意出来来帮助来回馈这个社会，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主办单位讲，发通会串联全台湾十二个县市服务处，期盼十二年的公益慈航茶发通，每希望大鹏发通为沙飞台中充实全台湾十千亿的问题，每批的一年过一个快乐的童年。下加新闻，请有在林群勇特别报道。